名相术语依照原始网站网页杠名零零零零一 htm 至零五九一五 htm 排序斜视与斜视同。斜视是立在佛两旁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菩萨。斜尊者人名，由于习业的缘故，在母胎六十余年，生时须发已白，年八十出家，自誓愿说：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欲，不得六神通，终不以邪贴习。后历三年，尽常所事，时人尊之为邪比丘或邪尊者，便即普遍嫉妒一切的事物，便依缘三性见三性条。三性为十宗法宇宙万法分为三种性质，即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、缘成实性。普遍嫉妒一切法，然后颠倒迷执，认为或有或无者，名遍计所执性。万法皆无自性，不能单独升起，需靠众缘具备，然后乃生，名依他起性。诸法的本体名为法性，亦叫真如，湛然常住，遍满十方，具有圆满成就真实之性，名圆成实性。此中遍计为妄有，依他为假有，圆成为实有。遍照普遍照耀，指法身的光明。遍照金刚大日如来的密号。波多罗简称波，为比丘六物之一，即成梵气，亦为印气或印凉气。印有三印，一色相印，波耀灰黑色，令不起爱染心。二体相印，波体粗直，使人不起贪意。三大小相印，不过量也，其实不过七家，令人不自口腹。当时四大天王十四波供佛，佛以神力把他们合为一波，这是有波的历史。波里萨罗伐拿华意律水囊是比丘六物之一。波里萨罗伐拿物名 Parasra 百分之非A 六物之一，绿水囊也。即归传二曰：波里萨罗伐拿，绿水罗也。From 佛学大词典。六物佛制定比丘所必须续存的六种器物，即僧伽梨九条乃至二十五条之大衣，郁多罗僧七条之中衣，安陀会五条之下衣，铁多罗铁钵，尼斯坛坐具，露水囊保护水中虫命之具，琉璃一种青色的宝石是七宝之一。琉璃王舍卫国波斯匿王的儿子，他嗣王位后便率兵消灭迦毗罗卫国的侍种释迦族人，涅盘经叫他琉璃太子。都使多天都律天，都律天欲界第四层天之名，此天一昼夜，人间四百年，天寿四千岁，和人间五亿七千六百万年。有内外二院，外院为天人所居，内院为普处菩萨的住处。普处菩萨常由此天下身而成佛，今为弥勒菩萨的净土。From 佛学常见词汇：兜率、界名、天名。就作兜率、兜率陀、兜率多、兜数等。心作兜室多、堵室多、斗色多、山堵室多等，亦曰上族、庙族、知族、喜族等。欲界之天处，
在夜摩天与乐变化天之中间，下当第四众分天处内处之二，其内愿为弥勒菩萨之净土，外愿则天众之欲乐处也。四阿含怒超下曰：兜率陀，此云上足天。西域记三曰：睹十多天。旧曰：兜率陀，又曰：兜数他而也。玄应音译十八曰：兜率多，或作兜十多，或言兜率陀，皆而也。正言睹十多，此云之足天，亦云妙足也。可弘音译一曰：兜率陀，上所兼反。大般若作山睹十多，圣天王经作兜数律陀，应和尚应亦作兜，并先安反。此云正喜，人云正知足也。佛的论五曰：睹十多天，后生菩萨于中教化，多修喜足，故名喜足。俱舍宝书八曰：睹十多，此云喜足，于五欲乐生喜足心故，就云知足。瑜伽略转二曰：兜十多，名知足，受乐知足故。法华经劝发品曰：若有人受持读诵，解其意趣，是人命中。中略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。Fantas Ita From 佛学大词典。一九之生为极乐世界九品往生。一九之教指弥陀九品莲台的教门。一三昧一行三昧的简称。一行三昧又名真如三昧，或一相三昧，即把心定于一行而修正定。一大劫历成住坏空四个终结，为一大劫。一大劫共有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，为一世界由尘到鬼的年数。一大是以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也就是向众生开示宇宙人生真理，以令众生转迷成悟，糊了脱生死的伟大事业。二指人的生死大事。一大事因缘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，此一大事因缘即为了化度众生的因缘。法华经说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一小劫人寿由最初的八万四千岁起，每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至十岁止，再由十岁起每过一百年增一岁，增至原来的八万四千岁止，这样一减一增，为一小劫。以数学方式来计算，一小劫等于八万四千负十 x 一百 x 二，即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。一中一切中在修空假中三观之中观时，应观不只是中才是中，就是空和假也都是中。一中劫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。一中劫共有三亿三千五百九十六万年。一切世间，一切的世间是一切秽土的总称。一切世间术语总称秽土之语。阿弥陀经曰：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。 From 佛学大词典。一切世间男性之法杂语，此言甚深微妙之法，为一切世间众生之男性受者。法华经续品曰：贤的闻之一切世间男性之法。阿弥陀经曰：为诸众生
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 From 佛学大词典，一切如来所有一切的佛，如来是佛十号之一。十号佛有十种的尊号，即一如来，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；二应供，应受人天的供养；三正遍知，真正遍知一切法；四明行足，宿命明天眼，明漏尽明等三明与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婴儿行、病行等五行悉皆具足。五善事，自在好去入于涅槃。六世间解，能了解一切世间的事理。七无上士，至高无上之事。八调御丈夫，能调御修正道的大丈夫。九天人师，佛是一切天人的导师。十佛世尊，佛是一切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。 From 佛学常见词汇。十号术语，杰出诸说上皆有万名，众生见顿则减为千名，如地势之千名，众生迷昧则减为百名，众生更愚则减为今之而十名。天竺俗法有十名，天上立根上有百名，大日如来天上成道，故应之而立百八号，世尊于人界成道，故亦应之而立十号。其十号者，一如来梵约多陀阿伽陀开发百分之该发成十论，未成如实之道而来，而成正觉，故名如来。又大论为佛如自安稳之道而来，此佛亦如是而来，故名如来。二应供，梵约阿罗呵 Arhat 应于人天之供养，故名应供。三正遍知，梵约三藐三佛陀 Samyaksun 百分之 Buddha 正遍知一切之法，故名正遍知。四明行足，梵约顶多数罗那三班那哥哥百分之 KRASAA 百分之 N 百分之 PANA 三明之行具足，故名明行足。五善事，梵约修加陀 Sugata 又约好去好去，以一切智慧大车行八正道而入涅槃，故名善事。六世间解，梵约路加贝 Lokavan 能解世间之有情非情事，故名世间解。七无上士，梵约阿耨多罗 Anattara 在诸法中如涅槃无上，在一切众生中佛亦无上，故名无上士。八调御丈夫，梵约富楼沙坦藐婆罗提 Purus A Dhammaya SA 百分之 Rather 佛某时以柔软语，某时以苦切语，能调御丈夫，使入善道，故名调御丈夫。九天人师，梵约舍多提婆摩沙南 S 斜线 A 百分之 STA 百分之 DMNUS有百分之 NA 百分之 N 百分之，佛为人及天之导师，能教示其应作不应作，故名天人师。十佛世尊，梵约佛陀路加那他哥那 Lokana 百分之 THA 佛陀一言之者或觉者，世尊者为世尊重之意。然而此中分佛与世尊，则为十一号，为成十论等和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，故至世尊正为十号。盖以具前之九号为世尊重，故名世尊也。
又大论别开此二者，至佛正位十号，世尊别位尊号，盖具上十号之德，故称为世尊也。梵曰：薄伽梵包根那百分之 n 者即是。见制度论与指经书上详示于各项。 From 佛学大词典，一切有为，一切有作为，有生灭的因缘所生法，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时的动物，有情又名众生，即一切有情时的动物。有情术语三法，梵语曰萨朵，旧意曰众生，新意曰有情。有情识者，有爱情者，总名动物。唯识数记一本曰：梵言萨朵，此言有情，有情识故。中略，有情者爱也，能有爱生故。中略，言众生者，不善理也，草木众生。大日经书十七曰：有情者梵音所多，是者意，又名萨朵，是有情意。 From 佛学大词典，众生又名有情，即一切有情时的动物，即众缘所生，名为众生，又历众多生死，名为众生。十法界中，除佛之外，九界有情，皆名众生。一切有不说一切有不的简称，小乘宗之名。说一切有不简称有不，别名说因不，为小乘二十不之一。说一切有不流派，略名有不。梵名萨婆多布 Sarva 百分之 Siva 百分之的百分之 H， 别名说因部，小乘二十部之一。佛灭后三百年初，自根本之上作不别立者，立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之实有，且一一说明其因由为宗，故称说一切有部，又曰说因部。发至六祖等诸论，皆属此宗。小乘部中最极旺盛。宗伦论述记，说一切有者，一切有二，一有为，二无为。有为三世，无为离世。其体皆有，名一切有。因言所以，此不说一皆出所以广分别之，从所立为名。 From 佛学大词典，一切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。制度论说，一切法略说有三种，一者有为法，二者无为法，三者不可说法。此三已摄一切法。一切法第一彼岸梵语波罗，意为彼岸，此岸指生灭，彼岸指不生不灭的涅槃。一切法，法相有生有灭，法性无生无灭，既然常住，是最上究竟境界，与涅槃相应，故称一切法第一彼岸。一切皆成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。一切时从无始以来相续无穷的时间，称为一切时。无论何时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时间，都称为一切时。一切唯心造位，一切万法都是由心而起的。一切至三至之一，见三至条。三至一切至。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一切智是声闻缘觉知一切法总相的智，总相就是空相。道种智是菩萨知一切道法差别相的智，一切种智是佛通达诸法总相别相，
化道断惑的智和一切智及道种智二者，故名一切种智。一切智人佛的尊称，因佛是具足一切智的人。一切智的正的一切智的地位即佛位。一切智三智之一，见三智条。三智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声闻缘觉之一切法总相的智，总相就是空相。道种智是菩萨之一切道法差别相的智。一切种智是佛通达诸法总相别相，化道断惑的智和一切智及道种智二者，故名一切种智。一切智忍六忍之一，菩萨于妙觉位时，在断了一品无明之后，辨证的一切智，能辨知一切中道之理，此时其心便安住于理上，永不再动摇，叫做一切智忍。忍就是把心安住于理上，永不再动摇的意思。一切智者与一切智人同义。一切智人佛的尊称，因佛是具足一切智的人。一切智相，一切智的相。一切智相，数语梵语萨婆若多 sarvahata 百分之，一切智之相貌。智度论二十七曰：萨婆勤言一切，若多勤言相。 From 佛学大词典。一切智智，一切智中之智，亦即佛智。一切智魔所谓佛四无畏之一。佛在大众中说法，因自己是一位有真正智慧的人，所以心中毫无怖畏。四无畏又名四魔所畏，无畏是教化他人的心没有惧怕。有佛四无畏与菩萨四无畏二种。见佛四无畏或菩萨四无畏条。佛四无畏，佛对众生说法时有四种的泰然无畏。一，一切智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明言我为一切智人而无畏心。二，漏尽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明言我断尽一切烦恼而无畏心。三，说障道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说惑业等诸障法而无畏心。四，说尽苦道魔所畏，佛于大众中说戒定慧等诸尽苦之正道而无畏心。菩萨四无畏，菩萨教化众生之时有四种的无畏，即一，总持不忘，说法无畏；二，尽知法乐，和知道众生根欲信心，说法无畏；三，善能问答，说法无畏；四，能断物疑，说法无畏。一切智藏佛的尊称，因佛是一切智的含藏者。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有诸法，一切经佛教圣典的总称，即大藏经，简称藏经。一切一成，一切一成就，是悉达多太子的一名。一切种智，佛三智之一，见三智条。三智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声闻缘觉之一切法总相的智，总相就是空相。道种智是菩萨之一切道法差别相的智。一切种智是佛通达诸法总相别相，化道断惑的智和一切智及道种智二者，故名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是阿赖耶识的别名，因阿赖耶识能摄藏一切法的种子。
阿赖耶识八识中之第八识，由如来藏与无明合合而生。参考阿赖耶条。阿赖耶心识名，八识中的第八识，华意为藏识。藏字有三义，即能藏、所藏、执藏。能藏为阿赖耶识能含藏一切法的善恶种子，所藏为阿赖耶识为前七识熏习的杂染法所覆藏，执藏为阿赖耶识为第七识所执为自内我。又亦作无眉，即含藏诸法种子而不眉失，又虽在生死而不眉失，故名无眉。一切诸佛所有一切的佛，一切诸佛术语总括三世十方诸佛之称。 From 佛学大词典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佛说阿弥陀经的别名，因阿弥陀经为一切诸佛所护持和意念，一切诸佛密藏之法，以统治一切大乘圣身为妙的经典。二指法华经，因法华经所说的道理精深奥秘，非一般钝根少智的人所能领悟。一切诸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，一化释迦佛一代的教化，一化五位之教释迦佛一代五位的教法。五位是汝、涝、身苏、熟苏和醍醐。在涅盘经中，佛以五位作比喻，以醍醐为比喻涅盘经。后来天台智者大师便依据这种说法而判定佛的一代圣教为五识教法，即华严识、阿含识、方等识、般若识和法华涅盘识。一心一指真如的理体独一无二。二专心，一心三过位，三过融融于我们的一心之中。三过是见思过、尘沙过和无明过。三过见思过、尘沙过、无明过。见思或是凡夫的惑，见思惑中的见或是知见上的迷惑错误，如身见、边见等无不正见识。思或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，如贪甜吃饭疑等无烦恼事。声闻缘觉行人若断了此二惑，即能证的阿罗汉果，出离三界。尘沙或是菩萨的惑，菩萨化度众生，如果不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法门，则不能完成教化众生的事业，故名尘沙惑。无明惑系根本无明，能障蔽中道实相之理，断尽即成佛。此三惑中，见思未粗，尘沙属于中等，无明未细，其性质各不相同。一心三智慧人如果在一心之中同时修习空假中三观，就可以在一心之中同时证的一切智、道种智和一切种智等三种智。三智一切智，道种智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声闻缘觉之一切法总相的智，总相就是空相。道种智是菩萨之一切道法差别相的智，一切种智是佛通达诸法总相别相化道断惑的智，和一切智及道种智二者，故名一切种智。一心三观又名圆融三观、不可思议三观、不次第三观等，是天台宗圆教的观法。天台宗说宇宙万有都具有空假中三种地理，而这三种地理又互具互融，空即假中，假即空中，
终极空假。如果我们在一心之中这样做观，即叫做一心三观。一心不乱，心专一而不散乱。一心合掌，一心是很专心的意思，合掌是双手合一为掌，也就是表示一心。一心称名，很专心的称念佛的名号。一心归命，一心一意的归向于佛，把生命奉献给佛教。一日三十，将一日分作昼三十和夜三十。昼三十是上午七点至十点，十一点至下午二点，三点至六点。夜三十是晚上七点至十点，十一点至二点，三点至六点。一日经在一日之中写完一部经。一月三生以一个月亮的月体、月光、月影来比喻佛的三生。宝王论说，法身如月体，报身如月光，应身如月影。一代五十佛法天台智者大师法释迦佛一生所说的佛法分为五个时期，叫做五十佛法，即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。一代叫释迦佛一生所说的大小乘教法。依四天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所照临的四大部洲，即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霍洲和北俱卢洲。四大部洲在须弥山四周有四个大洲，东边的叫东胜神洲，南边的叫南赡部洲，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；西边的叫西牛霍洲，北边的叫北俱卢洲。见四洲条。四洲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霍洲、北俱卢洲。东胜神洲其状如半月形，其人身形甚固，名胜神洲。南赡部洲其状上大下小，月如无人之面，亦称南阎浮提。阎浮即善部树，此洲有此树，故名无人的世界，即在此洲。西牛霍洲其状周圆，其地多牛，以牛为霍邑，故名牛霍。北俱卢洲其状方正，此洲人寿皆千岁，衣食自然，唯无佛法，故列为八难之一。三千一四句即一个由四句话所构成的记文。一四句即术语四句所成之一记文也。心地观经二曰，劝诸众生开发此心，以真实法一四句即施众生，使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真实波罗蜜多。 From 佛学大辞典。三千宗说三论为十等各宗的法门，非经三大阿僧只劫不能达到佛位。而天台宗的圆顿妙诀，若信之行之，即能在此一生中由凡夫的地位一跃而登于妙诀之佛位。他如密宗等亦主张三密相应，即生成佛的。三千处尽此一生就能补到佛位的意思，是最后生菩萨的别号。如现在居于兜率天的弥勒菩萨，就是一生补处菩萨。如阿弥陀佛第三十五大愿，即一生补处愿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就尽必至一生不处。下接第三十六大愿，即教化随意愿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。背弘誓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
修菩提心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乐说法，或乐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耳者，不取正觉，一生不处数语参见。